从咱喏，像我妈高三年去的，五十年有。也真有啊，那高三年。较早啦，啊，这做两年有滴滴较减啦，减，但是嘛最少要九加十加。朝阳的农业馆，我正经种正常侪作物啦。嗯。我咧讲，有机南瓜、薏米、花生，啊，搁有迄个地瓜，哦，啊，有机水稻拢专门有机水稻，啊，咖啡树，我也拢做完，因为阮南澳遮拢无工厂，无污染，啊，搁即马一挂农拢对这有机有一丝仔概念，吼，渐渐少年啊，有滴想讲这有机的方向，啊，搁后摆咱南澳地要创一个有机的迄个专业区，啊，无即马少年大家嘛要出外口。去做工课，送去你厝里做这事，是真劳累啊！啊，我嘛是甲阮遐细仔讲，再跟子女讲，你住厝里若来做事，是毋是嘛较自由？啊，你去人食头路，哪有安尼？十二点伫啊空厝顶嘛是你嘛是爱做，哦，伫啊扛阿毛头你嘛是爱做。啊，所以讲，即卖少年啊较无爱做这农业物啊，伊拢是讲我干嘛伫厝里吹冷气？喺办公室赚两万嘛，袂赚三万，看有影？对农业，就是讲爱有迄个信心，爱有耐心啦，才有法度困啦。啊，你若无耐心，根本就困袂落。希望讲台湾人爱自律，家己种的物啊，咱家己来卖吼，啊，互咱台湾人拢食着，毋免常常重，嘛要外销入外的物啊，对无？咱台湾的农业爱做，嘿啊。